被我学会了，这有点的。这它的后，就是它的蹄子。你这盘子都压脚。这蹄子就咱都是变了形了呗，师傅。变了。它长正了呗哈。长正了。收长了就长正了。修好了就长正了，你不会修的，从来就。我那试一下夹子，知道吧？嗯，开个口。慢点啊！啊，又疼完了也。脱鞋了？不是，看石头。石头里边是。 石头都胀进去了。开过了吧？过了。你把这面糊留下去。 够呛，够，啊，好了，就这俩。哟，好嘞。哟，这个已经严重变形了，哦，够，你拖出来，你别流水了。 是吧？你看，会的一个。这样的逮捕修，收长了，哪儿也成了窟窿了。嗯。哎。哎。向好修不修吧？哎，也不敢下单。哥，你不敢下单。是吧？ 这个是后马，又见面了，是吗？收了，收啊！那小白马是什么马呀？看去，后马。对，这是后马，给后马收了，看不见小马，急了。 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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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
哎呀，这小孩身价15万。哎，我也会叫小孩了。后娘还这么拼，我的天！他累的往外头把腿都累垮了。哦，一开始也是不让吃。对，杀死了完了，腿。后妈还行，一会儿看不见孩子就叫。不留相处多久了？咦，他是好吃吗？一个月来的吗？到。一个月了，二十一天了。哪里？二十一天了。一个月了，也是汗血宝马。这小马身价15万。哎，这个是后马，相处几天感情就成这样了。小马守在跟前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事，就提示就是一动一动。看一下这个大蹄子。好嘞，是不是要水吗？把泵移来。啊。个活鹰眼棕稀少，这个小马一个多月。对，四个白蹄就开了吧？四个白蹄现在明显了，现在。这个好看，这个也贵，好看，肯定好看。蹄子已经修好了，漂亮吧？真是天壤之别，对，四个白蹄。小马呢？小马呢？哦，这个小马跟着走，他以为是他妈走。这个两边找个后娘去，先不走，先找你妈妈先。哎，咬他了，可慌了，你看。哎，这就老实了，走了。